一份寿司，外加一杯冰的可乐。快，好的。他们家寿司非常好。大哥，不好意思，都坐满了，拼个桌。你往那边挪一点吧。你好，您的三文鱼寿司。等会儿，这份是我点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哥，我点的和你点的一样。我太饿了，这样吧，待会儿您吃我点的那个。凭什么？不懂先来后到，我就要吃我点的这盘，给我们原封不动的还回来。那你这就有点过分了。大哥。喂。吃吧，咻咻咻咻咻，短，陈翔6:30。